这什么玩意儿？大饼啊。菜也没做。咋没菜呢？烤肠、鸡蛋、包子、水果，这不啥都很齐全的吗？那给你这个。你给我加进去呀、啊，提前啊。这应该最后放，你提前放还是不脆了。这哪个碗呀？这么满怎么放？这火吗？你这猪一样的。这么满。你干啥？你也急死，别瞎等，我干啥？你说我干啥？啊？你说我干啥？谁说？二米，给我弄没有了。鸡蛋你吃不吃？不吃。不吃给我。来，哥姐姐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家吃了很久的一款，陈楚家的黑芝麻的酸辣粉。烤肠你吃不吃？不吃啊，吃啊。烦死了！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你怎么不吃了呀？我这边还理你。姐妹们啊，这款酸辣粉是我们卖了很久的，而且几乎就是零差评，回购率非常高，受到了咱那个哥姐姐的一致好评。咱家酸辣粉里面这一桶呢，有6包料，有1包小花生包，一包这个豆皮包，1包醋包，再加1包脱水蔬菜包，然后1包粉包，灵魂就在这个酱包上。酱料包呢，也如果咱不吃的不太能吃辣，咱可以放个1/2或者1/3，完全放进去呢，就是中辣的口感，麻辣香鲜香，非常好吃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块这个小粉饼，咱这个小粉饼呢是这个无任何胶无凝矾的一款纯红薯酸辣粉，里面不添加任何东西啊，哥姐姐。咱泡出来呢就是这种的，泡出来，这么就是这一桶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碗，咱是用开水泡个8分钟左右，就像泡泡面一样的，泡出来就是这种，Q 弹弹，软软糯糯，麻辣鲜香，正宗的这种重庆口味。喜欢吃酸辣粉的哥姐姐，下方链接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咱到手就是这么一大箱，这一大箱呢是6桶，20来块钱。喜欢吃酸辣粉的姐姐直接去拍啊，就在下方链接。酸辣粉你还吃不吃？吃了。你看，一口人。